受证者接过上人的祝福，慈济路正式展开。正如这位潘敬龙，终将退休，但受证对他而言是承担干细胞验血进入军中重任的开始。我希望在骨髓捐赠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的兄弟姐妹们来把他的爱心能够照顾到需要的人们。 上人回忆过去，从小木屋开始的克难慈济功德会，现在已能驰援国际120国，连在印尼救灾发放，军警都出动陆海空力挺。有信心，但是呢，不骄傲，一定呢要心啊，爱谦卑啊，和双手合十，你们只要一个心念。 转，法轮转，看，他就可以运转普天之下。高雄的志工也发心立愿，回应上人的期待。我的用心，听法的心，天在的胸。有力的坚定，勇敢行动。有力的，当然啦，师父感恩，你给我做了，所以。 和和护舍，三力合心，领受施治，奉为己志。志工发愿将为慈济置业努力更精进。大爱新闻陈玉珍、郑瑞平高雄报道。